人家那个大陆的那个小朋友都说他要当贪官。没这么好吧，保留一点好吧。那现在你张志杰有什么意思啊？有上网啊，记给人录家看呐、啊，给人家看上呐、啊，网给人家看，没人家看的呗。会哦，有人会去看呢、欸。看，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这没，人家不要的。可能是，哥。哎，随便写这个那个，随便写，我你不拿照片呢？我照片。我昨天就是去了，才知道里面有后面没有写，以后你后面要写什么嘛？你要写你这个跟哪一个人照的？你交给我的时候，我没有看里面后面有没有写文字。那就拍，那就照出来就好了。好，就写出来就好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我就改写。随便写呀，随便写。好，随便写呗。我想不起，你不拿照片来，我没办法写。写几个人呐？很多人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你跟你那个叔父。很多人啊，哎，可嘛是嘞，兄弟，这个弟弟，同子的哈，哎，这个是全家，很多人是兄弟，哎，全家福气，他，对，哎，写一个全家福，好嘞，谁干什么？你请问说是全家，他一辈子嘛？是对啊，啊，台湾是你讲这句话，我是一点要讲，我先说。看那个好像有看过的。新闻叔叔那些个他，新闻叔叔他有个全家福小外子，哎，没小外子呢，小外子呢，全家福有其他，对，你讲这句话的话，很多你被很多人，哎，很多他是全家福，一辈子嘛，叫台湾嘛，一全家福嘛，就是。你这人怎么想？叫什么名字？赵塔尔。啊？赵塔尔。记一下。嗯。你有没有？哦。老师，就是这笔记本是要。好，让写诗啦，好。让写诗啦，好，来放在里底。啊。今年。嘿嘿，我们外国人来，写诗的时候，你讲句话我就知道了。哎，你中间影响嘛，你一点呢？还有那个是哪一个医生啊？要不要写啊？拿住的一个李嘛，李鸿明嘛。因为我有字，哪个字我有？哎，你写一下，你送给他那一匹骏马。哎，骏马嘛。哎，骏马上是用一上人学嘛。那是。写一写比较好了，不然只有。要画大张。哦，你画大张。这以后都要画大张，画大张对，好吧？大张的比较有气势，画大张，大张的玩起来比较好画。大张不好画，不好画。不要画的那么精细嘛，多次画。是那个结构画起来。第二张结构画的就不好，我就改变不画了。第二张就没有画，画下这个礼拜把它重新完成。我画大张，这那个鸭子上吊啊，鸭子上吊是
是不是啊？地狱岛虽然不满意，还可以允许我。把门打开。拿衣服啊，嗯，缝什么缝？衣啊，衣服没来呢。哎，那个麻绳子有吗？问你送给那个医生呢？哎，医生拿一个麻绳子就行了。医生呢？衣服没来。好。你来个风啊？我怎么晓得啊？李红明那边，哎，那个麻绳，那个麻绳有点像麻啊。麻很棒哦。